这是我们做好了一个模具啊，这个把它抬下来晾晒一下。晾晒好了之后，我们还要去拉起拉来再上。现在是抽过烟歇会儿，不能一个劲的干，这是两个大人在交流。来抽一锅，抽一锅。这边都是一些上好的，这大小各种不同的啊。这每天是做了出，出了做，这都很多啊。一些汤锅呀、蒸锅啊，这都是要做的。完这还是上的这个宽板大锅，这是推过去要把它上泥了。我们一天也是非常忙的，乱七八糟的事情。然后还是要抬下来得上泥，就开始了。